怎么又内战了？看看天啊，这个可以把一川四在比赛当中做成集锦的男人。现在没有奖，能不能完成一波一川二？啊？真让他打死一个？巨哥着急了，巨哥没有打协同，打配合呀！别在原地架枪啊，直接冲！一人一脚他就死了。啊？这是什么枪法？伏地修脚，东南亚的修脚师傅。没有微博，微博今天不在，微博今天不在。我咋又弄啥嘞？开了半天，枪也不开，反应有点慢。还得看我船长哥吧。哎，不讲武德啊，怎么就补人啊？哎，楼上楼下分开了，楼上楼下分开了。啊？哪来的雷？可以，沈森森一颗雷把他们两个都炸死了。但是脚下又来人了，现在有没有包呢？有没有急救包打一下？没有，没有急救包不好打呀。不过佟家宝现在已经杀七个了，正面状态还可以。VP 是他操作是有点不丝滑，从上个星期周末我就看出来了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，但我觉得操作这个东西应该装不出来吧。这打不了了呀，嗯，打不了了吧？哇，没办法了，没血了，碰一下就倒了。我靠！但是你看 FMV 他的操作呢，看起来就流畅一点，但 VP 的操作看起来真的是两个字形容，好吧，两个字。两个字，你们打吧，我就不说了。哪里又打起来了？台冷跟 DIS 在防区吧。稍倒一个。Titan 的 Euro 还挺厉害的，其他人吧 ，Lynx 也可以关注一下，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强。DIS 今天也没有让 Killer 来啊 ，Killer 是不是也去赶通告去了？哎，他们这次来的人还挺多的，基本上大部分队伍都有五个人，都有替补。往皇二那边打起来了，看皇二吧，皇二在哪里啊？这边。一颗雷，别着急，打协同，打协同，对，一起上，一起上，不要一个一个上，配合打起来，配合打起来，对，花痴架枪，阿杰扔雷，可以，稍倒一个，那基本上拿捏了呀，楼上就只有一个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一丝血，一丝血，那基本上拿捏了啊，不可能出事的。他这一丝血能翻起来什么风浪呢？没有，天霸，天霸没死完，天霸不是在打吗？这打起来了。
HC 没几个人了，看看别的地方吧。哦，打完了，DIS 这边打完了，零换四。那看 TT 吧。华应该听到了，但是楼里楼外不是一队，锁骨被打了。华这里不太敢动，丢火烧到以后要不要主动出击？应该能烧到吧，蔓延下去了，烧到楼梯口了。微笑打掉了 IC，Apex 那边又跟 Char 打起来了。哦，派大星。但 TT 这边还是腹背受敌啊，很多地方都有人。选手啥时候改个名字？D 叉是越南的，越南的。这次只有东南亚的和中亚和南亚的，没有日韩啊。天宇又跟老干爹打起来了。什么鬼？青雉远点能架枪，架残了，只有半血。小纯那颗雷好像砸到了那个车旁边，他得躲一下。但是猫猫没有药啊，双倍受击值现在。哦，有药，有药，有药。队友给了一点，但是这边人已经上来了，猫猫不好打了。TT 又跟 KSC 打起来了，我们先看这波啊，二打一。哦，补枪成功。哎，没子弹了。啊？Example 是没戴耳机吗？是，都打了你几枪了，你还不换位置？幽默，枪神，也有点幽默。不用看微笑了，微笑太远了，看看近点。过马路，过马路，两枪头，还行还行，中间有几枪马了，第一枪很准。这俩哥们在这里一直在开枪，让你过来打我。TT 这边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Pompit 在干嘛？啊？他们也是没，为什么他们也是没协同呢？他们不应该更有协同吗？昨天我记得有一幕，他们去抓那个谷仓的人，四个人像连体婴儿一样，一步都没有离开。暗影要干拉了，炸倒一个要干拉了，但是这颗雷应该补不了吧？他已经躲到了中间楼梯口那。Apex 都心想，你如果把这颗雷扔出去炸倒两个，我也就不打你了。但是你炸自己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KSG 上不上炸吧？不知道呀，得看他们俱乐部和选手怎么聊的。到时候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微博发的那个出战名单。反正今天晚上是没有上。哦，先打了个小纯，打配合，打配合，人多，人多就要打配合，不打配合容易被他一个一个穿掉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把镜头给到劣势的一方。好，青雉先打一个。
还可以换个子弹。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打配合呀，兄弟，丢一颗火，拖延一下进攻的节奏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我觉得青雉他要穿了。哎，谁在外面打音枪？是谁在外面打音枪 ？FMV 的那个人，烧倒一个！别别别！哎，躲一下，对，再躲一下。啊、哦，就是你这个老六，就你这个老六，不是他，我感觉青雉真有机会穿。太可惜了。不过青雉刚刚也有法可以解，他可以上旁边那个大巴，上车换位，换到左边去下车，应该还能再打一打。对，他可以上车换位的，但是主要是很短的时间让他去选择怎么操作，他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吧，因为正好被烟挡住了。你看这个老六真可以，会玩的，赌场打完换到高楼，他会玩的 Apex。 也不能说他老六吧，人家确实有意识，会玩，知道在什么地方打可以拿到人头。啊，年轻真好，倒头就睡。我就说让你不要取这个 sleepy 的英文吧。你还能穿吗？我靠，七杀了，兄弟。你不会还能穿吧？这么秀的，一打二了，已经一打二了。看他怎么操作，一打二，操作空间肯定是有的。面对的是沙漠独狼、吃鸡花和雷神阿杰。反弹雷，哎呦，灵活啊！这个洞扔完，然后再上楼，再打个药，但是他已经没有雷了，操作的空间变小了，还有一瓶火。来了，切成第一人称视角，卡楼梯，再见！躲了一辈子，溜了一辈子，敌不过阿杰一颗手雷。